讲啊，你咧咧卖这个啊做水的，啊，这个变这个这个，咱会使讲，咱啊卖一罐，咱这挂入来，挂入来啊，五块，咱卖十块，咱挂入来，这就是属于变动成本。好啊，因为咱也要算咱的成本，这也才算变动啊。因为这就是要让大家有一个观念，吼、哦，固定成本甲啊，这唔是吼、哦，咱的生产，咱干那挂入来，咱一个买卖店这个问题啦。吼、哦、啊，这让大家知影讲变动成本甲固定成本啊，咱起码要过来啊。了解吼，哦，咱即马泡泡面出来时啊，咱会到会使哦，咧讲起来啊，变动成本甲固定成本，互大家有这个观念的了解，吼、哦。啊，半变动的成本，有诶。叫做什么？叫做半变动，这也爱让大家知影一下。啊，半变动啊，是伫这个范围内，这个范围内是固定，超过这个范围啊，伊无照这个数量的增加啊，变动的增加，这叫做半啊半变。有当时啊，咱惊讲有诶。诶，咱举一个例啦，吼，啊，这个，咱机车咧修理啊，咱赛车咧修理，有诶汽车落来保养嘛，啊，迄个保养费，固定保养费，咱会使讲啥？固定诶嘛，诶，啊，赛甲一。半个时讲，诶，啊，只咱拄啊，迄窟啦卡落，咱去驶过去，哇！车爱，咱是一个月，惊讲咱走一百公，诶，走啊，应该讲一百公里，还阁去进修一摆，吼、哦！啊，你以这个进修的时间吼、哦，就是保养时间，迄是固定。啊，你即马只这个走。走无一百公里，都走头到五十公里尔，我先去派去啦，派去才变起爱进厂去安怎维修啦？啊，这都这个维修这个费用啦，这都人工属于半变动的。你发生这代志，啊，你爱去维修，啊，你无维修，有当时啊。当然，安全上的问题，咱一定爱去维修，咱就一定爱去修理。啊，这开销就足大了呀，唔是咱迄个计算会出来，类似安尼吼。伫这个范围内，咱这个伫这个保养的期间来讲，应该拢无问题。啊，拄啊，但是这个保养期间过过了，而且发生着，啊，你就有这个问题啊。吼，啊，这让大家了解一下吼。啊。因为其他的方式吼，咱我即马要来讲这个有关甲无关，有关甲无关吼，有当时啊，咱爱去考虑到一点，讲什么叫做有关的啊成本，什么叫做无关的成本？有关，咱要开销。有当时啊，这个咱来讲无关。有当时啊，我有有关啦。你算成本的时啊，爱去了解有这个问题。咱来看讲有关，因为啊骨切个无同款，啊有改变这个成本。啊，咱一般来讲啦，现在的成本甲未来的成本，拢是过去的成本吼。啊，咱即摆啊，无关的成本，就是因为啊，不因为啊，决策的不同啊，受影响的成本，这叫无关啦，吼、哦，无关。
啊，这就是我好大家清楚。啊，个可免个不可避免，有诶可免个有一个方案啊，不采行的时候，那么可能也不会发生。安尼就是可以免的，好、哦、类似这，但是这拢个决策啊，加减啊相关诶问题啦。当然，即个我看，咱我无啥爱甲大家讲吼。咱即晚要讲这个较重要吼。什么叫做沉没成本呐？这叫做啊，核市场有诶讲，咱无爱建啊，爱停工。啊，停工以前遐个投资设备类，拢叫做什么成本？迄袂使阁算啊啦，遐算了去啊啦。即马阁新做，免阁啊算落啊，就做啊。所以讲，咱即马，咱会使阁提一个例来说明吼。啊，为咱几个简单的例。咱即马去高速公路，爱立钱啊免，爱立钱啊，安那个，这是咱较早交税金，和政府去铺这个高速公路，伊有分站要收。即马无分站在收，照伊个讲法讲安怎？各站因为收人咧收较慢，要互速度较简单通过，怎要用啥？用扫描来收，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好，对啊，唔对？你要收钱，你家己讲速度较慢，要较紧，啊来用扫描。我感觉，你若要爱速度较紧，拆起来拢免费，安尼就好啊嘛。这是。公共建设呢，人民提钱起的路呢，即马阁叫啥财团去修啦？安尼敢对？百分之百唔对啦，是安怎安尼做？伊即马，好讲啊，咱即马要设这个，我都爱开偌济钱，啊怎好啊企业家？去做啊，让因出钱，咱卖出。我感觉这个思想拢唔对。咱的头拄啊，甲咱讲的，咱是叫做公共建设，吼、哦、啊，公共事务，这是政府的代志啊。政府的代志就是爱解决人民的需要，什么？你要让速度较紧，人民也需要啊。啊！你无去做，吼、哦！你即马啊，以前讲啊，咱都要起这条啊，这条高速公路啦，啊，爱成本啦，好啦，来收啦，啊，这都那讲一般关系，甲讲山东乡尾共款的，安怎讲？我迄阵细汉看关系讲有接触啦，讲，这条路我铺的，树啊我栽的。金银财宝留咧，啊！你若爱惜命，你就金银财宝留咧，你人走。啊，唔知有诶看到即款歌戏，我迄个时阵有看到即歌戏，安尼咧搬，安尼咧演啊，讲即条路我铺诶，树啊我栽诶，为遮过爱过路费。啊，就即个思想嘛。实际上，啊，搁包台嘞，政府唔做，
叫企业来做，我这是在大家去想吼，想这个问题吼。这就是甲咱的所讲的公共啊事务，就是爱解决人民的需要，啊，解决人民的问题，啊，互咱社会大家人民过了较好，最上重要的目的，吼、哦。啊，时间上的问题吼，当然，那有带随身碟来啊，有带随身碟来啊，会使扩登去，吼，会使扩登去内底吼。啊，其他我要讲较紧吼，咱即马要讲成本效用的原则啦，这一定爱知啊。咱做一个啊，咱讲。执行者也好，吼、哦，管理者也好，吼、哦，拢爱了解这个原则。这个原则是啥？是讲咱爱这个支出啦，诶，这个成本啊，哦，咱这个支出甲这个成本啊，诶，这个效益有偌大啦？吼、哦，啊，咱遮有列出来讲。这个啊，效益来抵这个成本，哦，效益抵这个成本啊，就是叫做益本比啦。啊，这个益本比啊，要大于一啦，益本比，吼、哦，效益大于大于成本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益本比吼、哦，啊大于一啦，是安那大于一，袂使蚊仔馆啦。袂使做蚊仔馆，蚊仔馆大家知影嘛吼？迄就是政府啊，无虾米规划啊，干阿讲啊，恁遮个热土啊，好啦，创一个中心福利，啊，实际上都没有充分利用到，啊，都没有效益啊，啊，这就是效益要大于成本，安尼才有啊，诶，这个规定，因为咱应该大家拢有摕到这本，大家有摕到这本无？有嘛吼？这本就是咱啊，台湾公民权利法案来回三次啊，咱写下来送给美国看，啊，美国佫推倒转来，啊，佮咱佫改改。过去有美国看，美国国推倒转来，啊，第三摆来来去去，第三次才通过的这个法案。所以二十九条迄阵啊都有规定啊，咱一定无要甲流亡政府啊共款。迄、那个叫做啊预算制度啦，咱这个叫做啊税出概算啦、啊，一定。按照一本比例的大小排列，吼、哦、一本比例的大小啊啊排列，啊那小于一的，迄都爱专案处理啊啦，小于一的啊不可以，那正常啊不得执行，啊那要执行，第一是不是人民需要，第二是不是啊？迄个叫做咱主要啊，要解决人民的问题。哦，啊那安尼达到这个叫做迄个社会的叫做啊和谐啊，甲这个啊的情形，咱可能都爱专案处理啊。啊那无专案处理啊，拢一定是违法。好、哦，这点要啊，咱上尾啊，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吼。哦啊，上尾啊，要甲大家讲吼，咱诶今仔日要讲，就是讲公共事务啦。公共事务啦，一定爱有这个成本的观念啦。咱要做一代代志，讲咱今仔讲，咱口袋啊内底有偌济钱，有诶讲口袋里面多深啦。哦，你口袋啊内底有偌济钱，啊，咱啊依照这个观念啊来做。啊，这个观念是啥？咱都要爱做啊，把事情做好啊，做好事啊，做好事，这就是啥？态度啦，
吼、哦，咱所有的坐伫遮的人，以后你咧执行的时，你咧做管理的时，你要做控制的时，你爱考量着讲你的态度安怎？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态度就是啥？就是啊，咧做事啊，爱有心要做好啦。你若有心，绝对无同款。你若用应付的太多，用应付的，啊，佫无心，拢无法多好做出来啦。所以讲，希望大家一定咱啊，执政的时，恁一定爱太多想啊，要把代志做好，爱有这个效率。啊，做代志的时，一定爱有心。啊，有心一定会完成，所以咱要达到这个公共事务的目的，一个解决人民的需要，啊，过来就是啊，我们解决人民的需要之外，还也要给人民啊有一些福利，啊一些使他们活得啊很好。啊，即马大家精神上拢无真好嘛，所以咱的目的就是遮。啊，因为过几分啊，吼啊，歹势啊，咱今日讲到遮，啊，感谢大家。耽误各位15秒钟时间，我们的厕所是前面一间，后面一间，还有6楼一间。